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牛魔升华一，升华一关卡哈、哦。可以看到是双体共生哈、哦，所以我们就是做那个全体攻击哦，这应该没有疑问哈、哦。哦，可以看出来这个血量不是很一致哈、哦，不过无所谓。一样全体攻击哈，无所谓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全体攻击之后，等一下再一次的全体攻击，自然而然那只血量就会跟它差不多了。好，有没有？基本上这一次是太大力，就是死掉了哈，九颗以上，我们这 CD 八所以还好。基本上就是全部消就可以了哈。好，以上是这个牛魔升华一的关卡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